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再次收看《旗鼓宣扬》，我是顾的投顾张轩。那么每天早上的十一点，也有嘉轩带你看盘市的发展。好，今天是选前的最后一天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这个礼拜在干嘛？震荡筑底打底嘛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跟我们上礼拜我跟大家讲的一模一样？我说你不要寄望大涨，选前一周不太有可能这种事。可是它在往下筑底的过程当中，你要去找寻它的机会，因为压缩过后它就容易形成一个反弹。那在昨天以前，我们已经在本周短多四连胜全数出场。那你说回到今天的盘面，我说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啦。但是今天有几个重点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听进去，因为这会影响到接下来下个礼拜操作的关键。因为上礼拜我相信你都验证了，你要怎么验证呢？上礼拜五嘛，7805做多，惯性改变嘛，对不对？十点之前有没有破低？没有嘛，7805做多，尾盘出掉嘛，48点。礼拜一7710再买，买完之后有没有让你看到低点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礼拜一嘛，十点过后有回到7710嘛，所以这一笔在往上的过程当中，哎，我们再度获利出场二连胜。好，这是礼拜二，1月12号，开高走低，我们并没有去追，我们等拉回7733买进，而且是留仓。这一天我们已经讲了，我们看到摩台是抢的。它势必有一波反弹，哎，果不其然，礼拜三拉高的过程当中，7815获利卖出82点，拉高出下杀7855再接回，接回之后尾盘临尾盘之前再度获利出场，所以你看哦，那你懂周几下一次。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出完之后，昨天见低嘛，安尼有水无？但是我拍摄涨盘中很快，9:20就溜啊，7630到7690，5分钟拉了60点，真正袂好走，咱无需要去欺骗。有做就有做，没做就没做嘛，要涨我就没做嘛。好，那重点来了，是不是验证压缩嘛？压缩嘛。可是朋友你不要忘，我们这四次是怎么做的？你看哦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，昨天没有做到了。那它就是压缩反弹，压缩反弹，压缩反弹，压缩反弹嘛。感谢安呢。好，这个是小时线，让你看一下哈。这 Gills 哪里空来做来嘛？破一次，破两次，小时线有没有破？没有嘛，这个叫背离，而且是二度背离。所以我测标已经给你了，21周会不会见低转折？下周有机会往上。选前大家都一定害怕嘛，没有量。可是今天有没有让你看到惊喜的东西？所谓惊喜的东西，当然是要看指标股，这叫台积电嘛。投票跳上来1234566，过去6天这边在整理，那已经把它吃掉了。人长跟你说什么？第一季衰退的幅度大概5%以内。比预期来得好。那第二个呢？10奈米的制程不会输给三星嘛？那再来呢？智慧型手机有5%到10%的成长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那最坏最坏，大家之前把瓶盖股讲得一无是处的状况，我认为应该要告一段落了。至少它要先进行一个反弹。所以今天你也看到这个嘛，大力光亮灯嘛。所以回过头来啊，电子股今天涨1.49%哦，1.42%哦，
大盘涨 0.52%， 这个东西金融弱势，所以还差临门一脚。这个临门一脚，投票当然跟我们有关系的是美国跟中国嘛，干不起来呢。可是投票你看哦，你要去了解他前一阵子在跌什么，道琼在跌什么嘛，跌什么油价嘛，能源类股嘛，拖累这个道琼指数嘛。可是昨天是不是能源类股油价都大涨？所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一半了哦，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一半了哦。另外一半要看这个哦，这个叫人民币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礼拜抢了四次多单都可以顺利获利出场？你来看哦，这是1月12号它留了一个上影线的黑 K， 这应该有止贬的意味，但是还差一点点。一根长黑下来，当然它会技术性反弹，技术性反弹你不能够长黑这边把它越过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嘛，金融股的这个什么乘坐这个 TRF 有没有人民币，它要承受损失嘛，所以人民币不能再贬嘛，再贬的话也动没掉嘛。所以啊，我们就把源头找出来嘛，下跌的原因是什么？国际是油价嘛，啊，中国在干嘛？人民币的贬值嘛，来看一下，这一根长黑嘛，反弹一天，反弹两天，反弹三天嘛，所以昨天还在破底嘛。可是你今天有没有发现，这边长黑，哎，刚刚无啥会过啊？今天如果没有意外收黑 K， 哎，人民币几乎要确定要止贬回升哦。所以啊，这个没问题了嘛，电子股没问题了嘛，啊，剩这个嘛，啊，剩这个啊，后礼拜的行情要怎么规划？要怎么规划？特别我们昨天举过去四次总统大选为例子，对不对？过去四次从2000年到2012年。没有一次例外，如果选前是先跌，选后它有机会进行一个反弹，而且这个反弹幅度还不小哦。那我们昨天是不是在节目中跟大家讲说，这一次会不会跟2000年比较像一点？刚好也是政党轮替嘛。那大家所谓的不确定因素是什么？其实不确定因素应该是比较像2004年那个翻盘的现象嘛。啊，我问你，这一次有任何悬念吗？应该是不至于吧。他如果说没有翻盘的悬念，那是不是他跟2000年的那个例子有点像？轮替嘛，政党轮替嘛。那我们昨天也把2000年的 K 线打出来看嘛，选前建一个低点嘛，选后有回撤，回撤没有破前低之后，往上反弹了1000多点。所以，投票来哦。这个行情，看一下，这是加权指数下降平行轨道嘛，对不对？这礼拜是不是压缩？是嘛？对不对？压缩，我们是不是连续抢了4次多单？好，看下面这边。之前的低点的指标叫做 13.51， 昨天是 13.62， 把酒给上好准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加五破。昨天的低点破了嘛？啊，加五破不？没有哦，投票你看哦，为什么我们抢了4次多单？这边有背离嘛？这一次黄金交叉往上，我们出掉嘛？可是下来有背离嘛，背离在抢嘛，抢了4次之后，哎，这是小时线的背离哦。可是如果让你看到这个是日线的背离，哎，日线的背离那个格局会更大哦。来，涨底加嘛，好，你来看啊，今天有点开高走低嘛，对不对？17.7。
13.62，这边13.51，没有错，昨天破了。而且你看哦，这边是不是有一点黄金交叉？1762，好，它现在变动了，1736还是比1734来的高嘛？这边是不是有黄金交叉的机会？背离之后黄金交叉，那它是不是该有一波像样的反弹？然后呢，朋友你看啊，昨天是不是跳空？啊，今天是不是马上化解？所以这个危机已经解除了。可是我说还差临门一脚是在哪里？是在这个东西嘛？电子股已经没问题了嘛？台积电已经跟你讲了嘛？大力光今天涨停嘛？存金融股嘛？存人民币嘛？啊，所以啊，好礼拜就看伊的决心啊嘛。上海的决心嘛，台六的决心嘛，什么决心？我相信，如果这礼拜你有注意到讯息啊，人家这个人行也出手嘛，对不对？离岸的人民币，他为了要防止这些放空人民币的一些投机客嘛，他把利差扩大嘛，你借贷的成本增加嘛，从10%到60%嘛，那看有没有机会遏止这些空头，让这个人民币续贬嘛，因为人民币跟金融股会有相关吗？啊，如果说照我刚才给你看的 K 线，一根长黑之后连续三根反弹，没有站上之前的压力点，今天如果说再形成一个黑往下，那下礼拜人民币如果说是一个回升的局面，配合本周又是7203以来的第21周，那有没有机会？就像2000年一样嘛，选前见低嘛，选后没有错，它有回撤，回撤没有破，背离，后边一波反弹，干咩啊呢？拭目以待，好不好？大家都真悲观嘛，干咩啊呢？可是往往后面的行情绝对跟你想的不一样。好，那当然下半场我们会针对个股再跟大家解析。进段广告，我们再回来分享。我欠体力，胃口歹，人拢先倒倒。来，饮这罐三多补体康，这罐抗压的龟乐罐，有富硒氨酸生态，增强体力，够高钙加维生素 D 三，留住骨本，身体好。三多补体康，全营养一罐就满足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哎，奶酪妹 QQ， 红豆哥香香QQ， 香香香香配 QQ， 爱之味奶酪红豆，香 Q much much， 甜蜜的邂逅，爱之味奶酪红豆，爱之味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洗肾时蛋白质会流失，可补充三多奶蛋白，或三多奶蛋白加三多低蛋白，营养有精神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在线，逮这补元气补给饮品，光喝乳酸菌不够哦，益生菌快饿死了。
三多膳食纤维是益生菌养分，益生菌越多排便就顺畅，别让益生菌饿死，三多膳食纤维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欢迎回到现场哦。好，今天是选前一天嘛，大部分的人啊一定会惊啦，或者是说认为这个行情可能要看选后的一个变化嘛，对不？摩迪卡以一般人的认为会大跌嘛，对不对？我这样讲啦，我拿一个东西给大家看哦，看这个啦，这个有啥？选择权嘛，选择权嘛。现在期货涨了15点嘛，买权有没有涨？没有嘛。卖权有没有涨？没有嘛。可不可以你去想一想？当然，今天是选前一天，大家都会害怕有突发的事件发生，没有错。2004年，两颗子弹，两根跌停板，多少人被抬出去？可是，投资朋友，你去想想看哦，那个是在没有办法预测的情况之下。可是，我问各位，明天的选举跟2012，它是不是比较可以被预测？我的意思说，你要翻转的机会不大嘛？谁当选大概99%，应该是确定的嘛？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按照过去，当然你要分清楚。或许人家会跟你讲说：“哎，2004年那两颗子弹，两边都把它压下去嘛，买买权买卖权，反正有一边会大涨20倍嘛。”可是你忽略了一件事哦。那个是没有预期到的现象才有20倍。你还记得2012年的教训吗？两边都吃龟苓膏，因为选前追得太厉害了嘛，追买权又追卖权嘛，隐含波动率升高到一个非常离谱的境界嘛，所以选后哇平静无波，规章好好，没什么事情发生，两边归零。所以如果以现阶段来看的话，这个结果大致上已经抵定了。那你说国际会有什么意外吗？我认为应该是不至于的，因为油价止稳了嘛，我说只剩下人民币嘛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下礼拜一回过头来，哎，它又回到原点了嘛。那回到原点，那就是看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嘛。啊，所以我认为应该是经过这一个礼拜的压缩，当然下礼拜可能还会压缩一下，那之后就有机会展开它该有的走势。那该有的走势，我相信我已经讲得很清楚，这个一定是代表啦，大力光嘛。这已经跟你讲，后边要怎行了嘛？感谢呢。但是选后会有一个方向的改变，更正，不是方向的改变，会有一个族群你要去特别留意。这个族群当然是生技类股。生技类股不是我今天才特别讲而已，我们这一个礼拜我们都在讲生技股。投票，你要去了解哈。一个好的分析师是在什么时刻要带领你做什么样的族群跟类股。这是去年我说台股选股方向看政策的生技是优先选择。所以你看嘛，这个叫号顶嘛。我们去年是不是从9月做到12月1号做这一段嘛？后面我出掉之后，整整一个多月，我都没有再提及生技股。我们会员手中也没有任何一档生技股，因此我们生技股绝对没有人套牢。
因为我们在12月1号以前早就全数获利了结。如果你听那些跑龙套的上来才跟你讲说生技股，生技一定要买啊，不买不行啊，啊呵，套牢。可是我是什么时间点回过头来跟你讲生技的？加嘛，有无？有嘛？朋友，你看哦，这个叫耗底，破季线，1月12号这是这礼拜嘛，对不对？指标有没有破？没有嘛。季线是往上，第一次来季线一定有撑。582买，扣讯为证，577到582，所以这边呢、啊，你看都买得到嘛。买完之后插一档亮灯，一尾涨上后，然后你看今天的耗底。OK 吧，连三红，一档股票为什么有人做会赔钱会套牢？我们做都是赚钱的，因为那个买卖点很重要嘛。你买在700块，你当然在整体的套，你当然套牢啊。我们是700块以上卖的嘛。我们这一个多月都没有讲生技股，直到这个礼拜，我跟你讲说生技股，你要回过头来留意了。那另外一档就不用说了嘛。另外一档是什么？中裕嘛，对不对？中裕我还要再讲吗？来，看一下。中裕嘛，赶快嘛，跟浩庭赶快嘛，有没有破了嘛？指数这个股价破，指标有没有破？没有嘛。233买，口讯为证，1月13号，230到233，加力清拆倍了，你看232231。1月13号是不是就上了？这是昨天，昨天大盘很差哦，盘中跌了150点哦，牛尾盘，一样啊，连三红。我们是不是都讲在前面？我们是不是都讲在前面？投票，我们这个节目是11点 live 节目，我们没有办法参考别人，该什么样的地方做什么样的动作，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。不是说今天股票上来了，啊，我跟你讲这个好。投票，你不要再犯这种错误。你看一个节目，你要花一段时间去看这个分析师，不是说测标打满了所有涨停板的股票，都标起攻击分析师起后。你如果说没有观察他一段时间，至少一个礼拜，你怎么知道他在搞什么把戏？我说了，我们在节目中所呈现的绩效绝对是真实的，有就有，无就无嘛。就想讲，我昨跟你讲，昨天那一段从这个7600点拉上来那一段太紧，啊，就无做到，啊，无做到就无做到嘛，咱无需要欺骗嘛。可是这绝对不能够磨灭掉我们前四次短多单。连续做对四次，在这个礼拜，那是不是也照我们的规划，选前的一周是压缩嘛？那压缩到一个程度，它就会有反弹嘛？那既然这样，我们逢低做，逢高出嘛？这个绝对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嘛？所以接下来，投票你看哦，这两档股票中裕还有浩鼎，你要去留意哦。接下来选股方向会有。一点点的不一样，好，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，因为，在政策的部分，要换新总统的几率是蛮高的嘛，对不对？那
会不会又回到这个东西？就从我去年九月开始跟你讲的生气，九月到十一月，你去想看，这个叫耗底，涨了两倍。即便买在我们买在第二次买在360，到后面700块以上出掉，也赚了95%，几乎要一倍。那如果这一次它卷土重来，当然我先跟大家讲，它一定会有短多，会不会有机会再来一次，变成一个中长多？我们当然后面看那个行情的一个变化。那至少这个东西，这个大量区要站上嘛？你听我的意思哦。所以到底后面是短多要先出呢，还是后面哦有一个中长多的行情，我们就一步一步走？但是至少我们在选前是不是帮大家掌握了这两档股票？你听我的意思哦。所以操作上有没有那么困难？应该是没有，好不好？如果说认同我的话，跟上我们脚步。对，那最后祝大家下周操作顺利，我们下周再会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三菌不够哦，益生菌快饿死了。三多膳食纤维是益生菌养分，益生菌越多排便就顺畅，别让益生菌饿死。三多膳食纤维，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洗肾时蛋白质会流失，可补充三多奶蛋白，或三多奶蛋白加三多低蛋白，营养有精神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蓬蓬呼呼啦哦，啊，蓬蓬帮你呼呼呼呼肌肤，啊，蓬蓬帮你呼呼，蓬蓬帮你呼呼呼呼肌肤，肌肤嫩嫩又蓬蓬，蓬蓬呼呼好舒服 ，nice 蓬蓬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